没有业绩啊，消化，消化的，拿来吃汉堡，我觉得看着有点胖。你又吃饱了？我还没吃呢。那你可以再吃啊。等一下上车再吃。你要坐多久？六车。你要开车到今天才多久？15分钟。大概15分钟才到。可以啊，你要东西有些可以放在车上。对啊。你要地方。可以。好，一车一车，有一车冠军吗？那我们的车子的话，前面直走右转。哎，还记得了，谢谢。好，一车。